好技能，再来看。最近都有点紧。两。两千。是。多吧？喂，哎，陆延池小姐，你的身世，哇！没必要吧，妈妈不让我借给你钱，妈妈说你是坏人。哎，我们青梅竹马那么多年，你妈妈不了解我吗？我妈就是太了解你了。果然真的行家一出手，好吧，一句话。OK， 没关系，我要差借我钱的人吗？王炸。浪不养着我们来来了，我一定最油腻的啊！开始。哎，杨子，我能求你一件事吗？啥事啊？我能借你一点钱吗？哎呀，不行。就2000块而已啊。你们能超越我这个油腻吗？这有点过分了吧。